带电池哈，也是非常多，现在大概就是200多万一些。那我们临近的区域啊，相关的疫情看起来也都在升温中。啊，从香港啊，目前已经有1000左右，然后升到1500，然后掉到1300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报告。那日本啊，从那时候升到将近10万，它现在到7万7。那韩国已经连续几天也超过5万。那不过世界整体啊，这一段时间看起来哈，应该是啊，说这一周比上一周还是降了21%，啊，降了21%。那就要说全世界来看的话，啊，整体的疫情现在在收敛，啊，那当然这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，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。那比较明确的变化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红色。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一波的哈，在这个所谓新增的死亡，啊，死亡，比起前几波，如果以绝对数来看，并没有特别的高。但是如果以比例来看，大家也看到这个右边，啊，大家左边的哈，那个数也非常的高，这是一个染疫的情形。那跟相对它的死亡，它就还是维持跟以前死亡数是一样，所以致死率哈是低很多。那现在在美洲，它也是快速的往下降，降了31%，那欧洲降了21%，那东南亚也在降，哦，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。那你要说，所以这世界疫情如果向下啊走，啊，那对我们的边境的威胁相对就比较低。那至于在台湾我们的情况，大家都非常的关心的哈，大家那时候想说过年后哈，从过年起来的礼拜，那过年后开始开工之后，今年稍微